大家好，我是泰森，我又来收箩筐了。还立壳，都给它抓进去，看没有？哇，还立吃完了，给它跑了。鸭子有过来了，有货，被响了，两个，一大一小，可能是兄弟俩吧。螺一大把，那这一把是卖螺，这不要了，吃挺麻烦的。反正放在里面。哇，就是小虾。还有那个老虎蟹，又是空的。不会下。哦，有一个，哇，这个也挺大的。又没货，就是卖螺。会下，这下有两个了，至少两个，两个。两个一样大，这是双胞胎。空的，没有。有，两个，这个一个大一点点，一个更小一点。又是空的，没有。现在最后一个了，有没有就看他的了。哈，没有，空的。会卖有60块左右吧。哎，今天也不多，不好意思，不要数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回再见。